安怎？你无法度给我一个交代啊？哈，嘛是啦。餐厅这个胖啊，真尼歹食啊！我看是米其林三星的主厨，就无法度救了。拿这核桃面包哦，那人这胖啊，点跟那石头同款啊！莫讲老大人无文化嘞，连少年人暴咖，嘴齿拢落去啊！这款品质你也敢提出来卖啊？歹势啊！阮这款的胖啊，是欧式面包，所以吃起来本来就会较润。有袂少人哦，拢真介意这种愈薄愈胖的口感呢。我摆这是这款官方说法，你歹食你阁唔承认？拄则毋是讲真好听？欢迎我批评，你会改进啊？即马嘞？你的意见我一定会接受的。假使讲你无介意这种欧式面包，我会当招待你吃阮饭店的奶酥面包啊，食起松松绵绵的，真足好食的，我保证你会满意。我无稀罕，餐厅的这款哦就歹去，皮啊歹去的人做出来胖啊，比牙签是第二十块，伊个胖歹食一百倍，哼，真正是够了人呢。就问，这到底是观光饭店还是庇护商店哈、啊？我是安怎要领受这款品质啦？我是来消费，还是来做善事的？啊？是人啊，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啊！有人去予定位官拍败呢，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的。我想讲，你是要规日干回事嘞？原来你是要跍来捡你胖，看起来你认为你做傲胖比人客观重要。歹势，你这面包师傅啊，做的物件遐尼歹食，真毒煞，自头至尾，你有一堆硬嘴硬舌。安怎？啊，你目睭歹去？良心也拍无去啊！歹势啊！若是予你有无好的感受，我第一下甲你回失嘞。我拄则是为着要甲胖捡起来，我是惊讲你若是无说你打着跋倒，安尼个唔好啊。若无安尼啦，我即马就请人，我是份新的予你，拄则予你无满意，我马上换掉。若是佮有甚物需要，你当欢呼服务生就好啊。谢谢你贵啊！这摆哦，我要来处理定位官啊！定位官啊！你安尼哦，外表水水的，啊内面哦垃圾鬼啦！嘿，人姓贤哦，虽然目睭看无，啊不过真拍拼，要拼伊人生的一条路出来啊！啊，你是有啥物资格，直接把无良囡仔给欺负啦？啊，你安尼敢对啊？民工也有话无的啦，对啦对，唔对啦唔对。我今仔是来消费，我唔是做善事。敢讲就因为伊目睭歹去。所以伊做的胖歹食，咱起来吞下袂用批评哦。哼，这样假的代志，我做袂出来啊。袂歹食啊，那有你讲我袂做咧下刀干我啦？冇影啊咧，你换一个面料啊，你的心嘛有哪总会换掉啊？所以啊，做歹代志拢啊当作是做好事，好食的胖，食到你的嘴内面啊，当然嘛变作歹食。安怎？即摆是一个眉无够，搁一个眉来斗哦。哼，恁两个渣男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查某人，拢袂歹势唔？你拄只伫个只啊歹性情，甲人欺啊，你都拢袂惊歹势啊？阮是咧惊啥物啊？
你莫抓准讲啊，我唔知影，你就是知影吴信贤在咧做工课，所以跳过来找伊麻烦啊。是讲这个囡仔，我感觉真意外呢。你安尼甲伊正好道谢，伊唔若无甲你计较，还佫有我多冷静分析互你听。可惜啊，人甲精神啊，都无得沟通诶。伊甲你讲话啊，就袂输阿听你同款啊。有影是辛苦着这吴信贤啊。你即摆是你讲啥？向家人就是向啊！你好啊啦，你较差不多的啦，啊，这公共场所啦，你别闹，倒去你兜闹啦。但好佳哉，美国已经离开啊，啊啦无，看到你这番哦，刻薄的面相哦，绝对是安尼哦，艰苦到未食未困。老蔡爷，你好意思来提起美国？若不是你个老虎面，我的美国敢怪谁？我从来不想骗我对美国的责任，这都是你啊！你安尼愈行愈偏，你敢对得起美国啊？当然嘛，对得起美国。我的记忆里面啊，美国这个囡仔真善良，真有正义感嘛。伊若知家己的亲生老母啊，甲一个通缉犯，为着要谋夺咱的财产，安尼不择手段，伊霸面的美人咪只陪下面大咧哭啊！你明明知影。美国的死，我的心有偌痛，恁煞超工安尼刺激我。你若真正也会记得你是美国的妈妈，你就应该将心比心吗？信贤虽然是孤儿，啊，不过伊嘛是伊的父母生的啊。你是有啥物资格在这共糟蹋，在这共欺负啦？你爱怎去啦？我袂跟你讲。啥啦？讲话讲倒转来，我感觉这个吴信贤啊，真正改变真济呢。拄则看杨安尼糟蹋啦，伊态度无介软，嘛不大声个，有影是袂歹。我就甲你讲啊，对无？伊真正变真济啊！而且哦，我感觉我甲伊哦，真正安尼愈来愈有话通讲哦。啊，嘛有真侪巧合啦。像吴信贤讲哦，伊五年前醒过来以后，伊就失去记忆啊。啊，明姑。嘛是咧五年前无去的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伊是迷姑？啊，不过之前我有一边安尼，伊咧变数跋倒啦，我去甲扶啦，啊，看伊个脚正平，啊，就无迄胎瘤啊。原本就无可能会有啊，你是咧想啥话啊？我看你是思念迷姑哦，思念到看一个样生一个囝。啊，我嘛感觉真难啊，所以我唔敢甲父母讲，刚刚甲你讲啊。我真正哦是想要甲信贤斗相共啦，我紧去找到伊的爸爸妈妈哦，可以安尼享受一个安尼家庭的温暖啦。唉，好啦，看你对吴信贤啊，这尔有心嘛，我就好人做到底。我即马就来找彭彩霞替恁信贤问下伊的身世，看是毋是当问到伊亲生爸母下落。脚粉那样样的叮当啦，实在有够衰的啦！啊，车才停好尔，过去就出问题啊！这车是要安怎出去啦？啊，那无讯号啦！有好证无？有感觉刺激无？陈忠信啊，原来是你爹家变鬼变怪啊！妈呀，伊迄叫大细声，我今仔是来看人处理代志。你这条命是毋是保会条啊？是兄在决定，毋是我。刘在远，你一向都是一个真正直、混得清、黑白是非的人。你哪会当甲陈忠贤这个歹人做伙，用这款恶步来对付我啦？我知道你是受陈忠贤的威胁对无？
你放心啦，我是环宇集团的副总啦，有我做你的肋骨哦，你免想到伊的控制啦，嘛免惊伊。你别讲遐济啦，我有代志问你，你只要好好回答，我都袂为难你。你是想要问我啥？我要知影信贤的心事。你老实讲，你是在什么所在捡到信贤的？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原来你是为着迄个青梅吴信贤来找我的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即摆烦恼家己代志都烦恼袂赴啊，哪有法度去记一个人生过客的代志啊？其他你若是无讲出来，我就袂让你离开这个所在啦。高能是老鼠的儿子，会打斗。吴信贤跟罗家英哦，根本就是一个无法认出来，两个拢同款固执，唔知影变头。看到在兴那种认真的模样，我若是把信贤就是面具的秘密讲出来，绝对无好的下场。啊，这声是要怎处理才好？那不是你，信贤进前，万免做遐尼侪无好的代志。伊的人生嘛袂变甲这样坎坷。那不是因为我，伊的人生才有法度重新开始。反势哦，早就已经淘汰啊啦。阿辉弟哦。我跟伊哦，互相无相欠嘛啦。你要问我伊的代志哦，我真正什么都唔知啦。甭猜啊！娘啊，我看这查某，无看像棺材，光像山头，唔知爱跪落来目屎流啦。伊是无可能讲老实话，你一定要较凶的。啊，无有信贤的身世啊，可能永远拢无落去干啊。你也安尼讲，就表示讲你知影信贤的身世啦。我讲过啊，我唔是针对你，你只要我一点点线索，我就袂为难你啊。我绝对袂当讲出信贤就是明姑的秘密，啊，若无罗在兴哦，绝对袂让我活命。小玉嘛，绝对袂原谅我这个做妈妈的。回地之后我唔讲啦，明姑哦，永远只会当做一个无身份的孤魂野鬼啦。这就是无愿意听我话的报应。罗在兴啊，你免想要对我家得到什么线索啊！我靠吴信贤谈起缘分的过程，我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啊啦！你搁问哦，我嘛什么都唔知啊！就算讲哦，你话我搞我电视哦，我嘛无可能对你有帮助啊！我唔信啦！信贤无达到你预言的做啦，伊对伊来讲哦，只是一个忘年之交那尔嘛。啊，我常常在人生的过程中哦，啊，行嘞，就搞翻西东啊。哎，你无需要为着伊这尔认真啦。我跟信贤什么关系？是我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啦。今仔日，我一定要摸清楚信贤的身世。你若不讲，我绝对袂帮你做啦。好啦，我看伊无可能讲到实话啊。即摆情报局安尼一谈啊，管理人员咪就来啊。咱先离开遮，他们啊不一个代志别啰嗦。啊，不过哎，好啦，再去另外想办法。吴仔啊，你妈俩做你的水晶鞋哦，我就是把你搞开的。哎，啊，你两个搞放在遮是啥物意思啦？啊，那唔帮我转去啦？那本彩啊，真有可能是唯一知影信贤身世的人啦。啊，不过四六唔肯讲啦，真正是有够可恶的。啊，敢讲，咱真正无伊的法啦。免着急啦，拄只一顿啊，最精彩哦。而且本彩啊，伊真了解，我无可能这么简单来放伊煞。啊，那伊的心哦，我俩准准的啊。伊若真正心内有鬼啊，伊绝对会做真个代志啊，暗藏这秘密。伊就会自然卡步啊！伊暗坎愈多，泄露的嘛愈多啊！所以咱只要甲定好条，咱就当发现线索的。